fans 会用到 fans。兴奋吗？兴奋！你们第一次一起唱现场唱，因为大家看到播出的时候，可能以为唱过很多次，可是今天其实是真实演唱的第一次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天的游戏是一个新游戏，我们也还没玩过。好，今天算是我们比 A B C 的反应。他把问老师会出题，出完题目之后，我们就轮流翻，就说我翻一个，看谁先想出这个单字。OK。水果，这个是 A 啊，大概是这样是对的。Watermelon， 哦，西瓜。H 的水果是什么？哈密瓜。对，歌手会用到的。好，你先拍，来 ，V， 又是 V， 没有什么，V 吗？什么？是一台机车。用，歌手会用到吗？太勉强，太勉强，我不要。V， 是不是？啊 ，Vans， 有些歌手喜欢穿 Vans 上台，好不好？我知道。这样瞎掰很难嘞，真的。D Diamond Dancing Diamond， 哇，第一名，对，一定是新歌世代，他们最喜欢的歌手。Diamond W Water， 哇，你这个是这题目前最合理的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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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是歌手真的会用到的 Water。F Fans。会用到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fan page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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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V 用到什么 ？Vodka。夜里想要喝酒，对不对？这很合理吧？
Here. X. 又是 X. X. 也可以说他们可以急诊啊。你晚上吃冰淇淋，我超爱吃冰淇淋，考验我们厚脸皮的程度哎。R， 晚上会用到什么 ？Rainbow Channel， 有一些会配置彩虹频道。夜晚会用到的东西 ，S， soap。会用到 KFC， 我会叫一些肯德基外送。哦哦，可以可以。肚子饿，吃宵夜，吃宵夜。夜晚会用到的东西 ，Melody。有时候调情的时候会学一些 Melody 的 Music Melody。又是 Q， 我真的知道的 Q 的字超级少。我觉得有一个，我试试看。好 ，Quiet。哦，厉害，可以用到。对，安静。晚上我们就是要大大安静。第四题是走在路上会看到的东西。哦，这蛮多的。OK， 好来第一题。对，晚这个不是晚上，走在路上会看到的东西。Boys， 这是什么 ？Boys， 男生。哦，男生。OK。Model， 哇！我们在街上看到 boys and model， 我们是走在什么第五街啊？也太时尚了！路上会看到的 ，G girls， 哈哈哈哈哈 ，girls and model， 我们真的肤浅。在街上会看到 ，the。Zoom 吧的科技，就是一起的舞蹈教室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 ！Zoom 吧 ，Zoom 吧，哎，你好厉害，你知道 Zoom 吧？哎，你知道 Zoom 吧是那种非洲的那种，对 ，Zoom 吧的科技，对，舞蹈教室，哇，这游戏好厉害，太厉害了。好，会路上遇到的。猫的人都 J
Jonathan。Joke。不上去再叫吧。对，我觉得这个也很合理。有时候哎，大家会当当笑话。你说哎，你们说我们我觉得这个很合理。会遇到东西呢。W。一个 weirdo。Weirdo 是一个怪怪物，很奇怪的、一个 weirdo。请问今天获胜的是？我很不想宣布，但是关晓雯。几比几啊？你是17，他是16。啊！差一分！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真的很强，就是沙班的 A P P 有一块。我是林哥世代滴滴五二的首席导师杨晨琳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可以看到最新最独家的滴滴五二影片哦。